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敏雄，雄哥。刚刚录了一集啊，有聊到以前的事情啊，这个比较长，现在还在跑哦，跑了蛮久的。我想说，这一集来打三局啊，打快一点啊。这一集看待会po上去会不会比较快？好，二做三 ，OK， 我就不要坐太近了。哦，接近直球，直接拉。哇，球脏了，拉不动。好，这球下一点高杆右塞，推杆一颗星。刚刚那一集哦，又聊到以前的往事了。来到以前的职业会，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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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低杆右塞，这一集打快一点，看三局。时间用短一点，就待会传会比较快。哎，好，第二局。哇，洗蛋，来一做二，好，一号球底带，然后这个球来讲的话，我看过来这边走 N 字形，好，轻推，我这个球敲一下五号好了。让母球加杆，哎呀，敲得不好。直接拉。右塞两颗星，好。停咯，可以停咯，这位大哥。刚好洗带路线。后杆抬高。过六号，哎呀，运气不错，没有过六号，敲到六号也可以。好，非常柔，中带，好架杆为原则，怎么会弄得都不好架杆呢？放轻功，力量，不要直球。好，推杆，柔一点，顺一点，身体都扭了啊！好，推杆右塞两颗星，这个球就蛮 smooth。好，第三局。可能礼拜六传的人多还是怎么样啊，就刚那一集哦路比较长啊，他的那个跑的速度慢，刚刚他预估要一个小时左右才会传好。来 Boeing， 好，轻轻的推一下，碰一颗星，
哎呀，小尴尬的角度，钝杆用力，好，架杆为原则，推杆一颗星，下点高杆右塞，低杆右塞。哇，这个球不够小心啊，右塞应该要多一点。好，好，三颗星，两颗星了，也可以算三颗星，但是请弹出来，左塞三颗星，急夹紧弄破化。哇，这个球太低杆去撞到九号，没关系，非常 low 的右塞，八九同带，哎呀，有两次的坐球，夸张，但是有 lucky 了。好，这三局打得有点快，有不好的地方，多多包涵。那可以大家提供大家做参考，一样保重平安。